师金华也曾经演示，我们需要准备的物资，餐巾纸一张，水果刀一把，土豆一个，碘酒一瓶，金师金华液一瓶，吹风机一个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一步，首先拿起水果刀，把土豆切开，那么土豆的这个横切面呢，就相当于我们的皮肤，那大家会看到非常的水润，非常的水嫩。好，我们在土豆的中间给它来一道划痕，以便大家呢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拿出天师精华液，涂抹在土豆的一侧，接下来我们拿起吹风机，吹风机呢给它去吹风，就好比是日常生活当中的风吹日晒。保持着它的水润光泽，那么另一侧呢就变得非常的干枯，水分呢流失了很多，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天师精华液它的锁水的功效特别好，那么每天涂上它能够保持我们皮肤的水润和光泽。天师精华液呀，不单具有很好的锁水功效，而且它的抗氧化效果特别好。知道碘酒呢，它能够瞬间把很多的东西氧化。我们看一下，把它分别涂在土豆的两侧。其实我们在涂抹过程当中，您就会发现了，这个碘酒啊，它都很难涂在上面。也就是说已经怎么样在起着抗氧化的作用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拿出餐巾纸，大家来看哈，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。我们会发现，然后涂有精华液的这一侧呢，